肩膀要往前的这个，OK，那，啊，OK，头要往后，OK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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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咚咚咚咚咚，啊，有个下去是吧？OK，OK，噔噔噔，看看最后面这个范儿怎么样？这个的最后，踢，啊，是这样是吧？ OK， 下了 ，OK， 咚咔，好，好，好，嗯，咚咚咔，不是这样，它是往外的，往外的，咚咚，嗯 ，OK， 咚咔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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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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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 小五，小五是个天生的这个阳光的男孩，对，他非常的就是说正面，你们可以感受到他这种阳光，自然而然的，就他就是一个很开心的、很开朗的一个男孩。我学一下这一段吧，学一下这一段。你就是要昨天的我一样。蹦，蹦蹦蹦蹦，收上。哦，那我听着音乐，试一下。咱们歌还挺好听的，真的，我觉得。 我觉得我们歌还挺好听的，还行，真的不比他们差，我觉得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好。我们旁边这么复杂的吗？这是那天我是觉得最难的动作。<笑><笑> 咚，咚，咚，结了。OK OK， 差不多。<笑>好气人啊！<笑>我练了2个小时，练了10分钟，你练了10分钟，差不多。You never get it low， 不不不不，那我应该是。丁泽仁，我觉得很乖。 他很聪明。我们6个当中最强跳舞的，就是应该说整个21个哥哥里面，最强最强就是完全大家公认的，就是丁泽仁。